我们0-30%。我没钱啊，我好穷啊，出动啊，赶快啊，我想赚钱啊。走，拜托，拜托，就买个温度计，我就想买个温度计就好了。出动，该拿的全拿。就跟他喊话。所以他刚刚是，他刚刚那一只叫什么？阿巴洞。变动。EMF 五级，然后会有零核反应加冻结的温度。OK， 就差这个五级。还是我们以后四级都算五级？四级算五级啊？不行吧？他在做无谓的抵抗了。你最好是赶快出来。虽然我不知道你听不听得懂中文，但你最好赶快出来。不是你拿着画框，我们两个都找不到鬼的、喔。他通常会，你至少拿着那个去殖器哦、喔。去殖器，可是他那个去殖器，一时也找不到鬼啊。就至少比较有机会嘛，不小心看到了就赚到嘛。我本来去二楼。好啦，跟着小丑走啦、欸。这里去跑步是有耐力限制，是不是？啊、超快就干了，我感觉我走两步就不能跑了。OK， 干净，没有指纹。OK， 干净，没有指纹。OK 啦，存地下室啦。我劝你是乖乖的出来啦。还有一间。被我们抓到下场是很惨的啦。以前齁有一只鬼不乖乖就范，我们直接拿着10个聚光灯把它照死啊。哦，他不在，他又不在啊。哦，我感觉他又要回到那个消防，高几率，婚纱是婚纱区。婚纱区，直走啊，直走啊！是木乃伊那一款的鬼比较凶，是不是？他会变成自己人，不是吗？嘛无呢？打一下 ，Please follow me， 出来！阿爸呀，别躲了！真的别躲了啦！嘿 ，I out， I。How are you？ 那個、How are you？ 木头间那里啊，是这里啊。木头间这边你们有来过了吗？管他啦，我放这里给他玩的啦。木头有吧？你路过就玩一下啊。然后进来。我。爆掉。也没有什么寒气嘛。OK， 他到底多会躲？但是我先伪装成电视机哈。不是，你拿着最重要的仪器，你先好好的找。哎、欸，指纹，指纹。丁毅，指纹哦，这里哦。哎，老地方，老地方有指纹，老地方有指纹。哎，五级。OK， 五级。左边这间。五级指纹。左边那间那个画廊，画房。丢画给他。丢了。啊，我的画呢？哎、欸，他跑。哎呀，我的画呢？你画在这里啊？有人把你的画偷走了？没有，你刚刚擦在地上哦。
这里有指纹啦、啊。哎、欸，我建议画就是画就是固定丢、欸。这，我这个有反应啦、啊，有反应是不是？终于啊，你终于有反应啦、啊。OK 啦，出奇迹啊！我选啦，我信你啊 ！W R A I T H， 好 ，All in，OK， 你终于有反应了，走了。哎、欸，这超这超恐怖的，他人在你旁边一直叫。你那个反应，他不是用看的、啊。他会有让你类似你的画面会变颜色啊，然后他会。我感觉是他疯了、嗯。我感觉是你在 K 笑。我们是不是少了一个小丑啊？大海，我们已经解除答案了。大海，我们分散。答案是什么？答案是有五级，有指纹，然后你那个有反应。哦，又剩这一只了。对啦。大凯的答案是 Please follow me。大凯理论上也知道答案吧？大凯就不知道。我们这样稳，我们这样稳。大凯不定。OK。Please follow me。拜托，600块。有喽。OK。OK。就刚好是最后那个，可怜。修哈嘛，这样修哈嘛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到底为什么？我们四选三。我们四选三。然后五级指纹，然后还有人跟我说有那个反应。这一只是什么？高友，高友，指纹反五级，然后有这个幽灵反应。嗯，就那四转听起来就是自己看掉，你知道吗？不不不，他那一台，他那一台是那个临时玻璃。啊啊！不然我换一下，换一下，你换这个，你换这个灯笼，我试试看那个。那个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样才算有反应呢、欸？我要气矿麦。啊，不然丁毅，你换那个，我换白痴拿那个会逼的。好啊，可以吧？交换一下那个会逼的，至少我们知道它是什么样有反应的。那一台很神秘，那一台很怪啊！大凯刚刚都跑去哪里啊？哎、欸，大凯嘞？大凯嘞？大凯上麦没开啊？喂，我在摸黑行动啊。你刚该不会整场都黑黑的吧？我被他吞噬了，黑暗吞噬了。那我不打，那换要换你们拿是不是？第一换你们拿画吧。我可以拿画，我可以拿画，反正我就拿玩具啊，我全身玩具给他玩啊。大海，我们就一起行动啊，速刷、啊！我觉得就去里面那一间埋伏他永远都在里面那一间。Ready, please follow me。你说我这一盒叫什么？你那一盒？这个东东。你那一盒叫做，什么什么？什么外质染色器吧？好啦，阿鬼，我也知道你住哪里啦，你赶快啦，你赶快出来啦！来啦，画给你架好了，玩具给你放好了。叫什么名字？回来，我就埋伏在这里啦。丁毅，我们就埋伏在这里啊。我上个厕所，他应该就回来了。好 ，OK。一对一单挑，等我一下，对，这样，你那台你看一下 ，Please follow me。我看一下。Who are you? Please follow me。哈罗哈，完全没有反应。没人，这里没人。OK， 打开就有个光头在这边看，危险。我们这试了蹲点，他会不会觉得太热？太挤。他在哈哈哈、欸！那个是地图的吗？吗？哈哈哈！哈哈哈！是一个小女孩的声音呢、欸。这一次，
please follow me. Aloha. 嗯？Please follow me. 嗯。Who are you? 嗯。Please follow me. 又怎么啦？怎么有一个鬼在我前面啦、啊、？Please follow me. Please follow me. 有一个东西可以拿，这是什么？所以答案已经有了，有了吗？啊，怎么都空的、啊？他不在是不是？嗯，可能我们要先离开一下。五灯奖有亮过吗？没有，从来没有。那去二楼吧。扑克牌哦，扑克牌好像是过关的装备，是不是？不，可以抽牌，然后他就把那牌烧掉。嗯，走喽！很不懂啊，这人是鬼吧？情况啊？认错人了，这人怎么走路这么奇怪？有没有扑克牌的任务？把老鼠放进锅里，给鬼魂拍一张照片，然后放进耶稣像。OK， 把鲑鱼变成牛排。没有指纹啊。你怎么这么胆小啊，阿鬼，出来呀、啊！啊，不是你啦，哦，另外一个阿鬼啦。哎、欸，逼了逼了！几灯几灯？有寒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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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几灯啊？三灯三灯啊！就在这里就在这里，就在我哎、欸，他在画画他在画画这里，他在画了是不是？没有，他在这幅画旁边，没了，他跑了。两台蛙哥都没有感应，他好像没画画，没指纹。你这个放错远，你看他应该没。阿爸，你把他放到走廊这里啊。他已经走了、啊，他也。哎、欸，他还在这里喷寒气啊，他还在喷啊。哎、欸，有嘞，他哎、欸。Who are you？ 哎 ，Who are you 啦？龚伟 ，Who are you？他在我这里。Who are you？ 刚刚那一间队，他在这里。Who are you？ 喂，在逼了是不是？啊，罗盘还在转。Who are you？ 这个没有话。Who are you？ 啊 ，Who are you？ 啊 ，OK， 没有话，没有指纹。冷架 Roger 跟 Marine 选一个啊，丁宇那个有没有反应？我这个应该是没有。你按住左键没有嘛？啊，我都是这样子。OK， 那答案只有一个了。银河没有反应。OK， 管他了，我选这个了，金克斯。小丑，他有没有反应 ？Please， 没有反应。没有反应嘛？确定了？没有，完全没有反应。OK， 我已经知道答案了，他们就是出去了。我可以选了。答案是什么？答案是 JINN。J I N N， 有没有复数个答案？没有指纹，没有画画，没有染色，零和没有反应 ，EMF 没有五级。你确定 EMF 没有五级哈？
对啊，我这样涂掉就都没有了、欸。你刚他几灯？啊，不然你把我的三灯啊，三灯啊。你别把我那个画掉，有几只啊？你的是什么？有一只啊。Roger， 我的是外只。好啦，不管啦，猜 Roger 啦。Roger， 对啊，我对啊，我 JIN 啦，我青菜鸡。啊，你 JIN 啊，我 Roger 啦。哎呀，对啦，又对啦。哎，我可以买温度计哎。太好了，终于可以买温度计了，终于可以快速的抓住他们了。再买一个照相机，温度计你买吗？你要买吗？我可以扣着买照相机啊，这样可以解更多任务。你有多少钱？嗯，我现在就可以买照相机了。那你买照相机，我买温度计。OK， 出动，这一次要把它消灭。怎么装上去啊？这个他一开始就是在上面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是这里要带是不是 ？Preset， 你右下角吧。然后我拿的那个叫临时玻璃啊。你右下角，然后 Add All， 它会放到左边。Add All。有吧？Add All 了。OK， 出动，高速抓鬼。大海，你刚刚猜对吗？你是不是其实在逛？大海就是 Please follow me. Who are you? Please follow me. Who are you? 大海已经不见了。温迪啊，对话交给我，无情对话机器来了。OK， 疯狂对话，是我这样变超黑的、欸。啊，算了、啊，我感觉高几率是老地方啊。温度变低，玩具就丢给他出来玩喽。来了，开始对话。Who are you？我真的是在漆黑之中行动哎、欸。Who are you？ 麦考啦，先啦。Who？ 哎呀，照相机要怎么叫出来啊？你有带着吗？有啊。它切不出来是不是？那你看是不是有一个按键可以直接照相啊？照相。哎、欸，对，根本什么都看不到。Who are you？ 这个是谁啊？为什么有一个一般的人啊？我是大凯啊！大凯，你把你的小丑弄掉了。不能，这是我。哦。他那个五等奖，五等奖不是你拿着吗？奖我拿，那怎么又变第一拿着？我刚没拿到啊，没事啊，我拿画画。温度很高，温度很高，二十度，二十度 C， 二十五度，二十五度，二十五度。喂，这机器很烂的，动。他每次都不跟你说话，大凯。对啊，我会这样。算了，我回去找他名字好了。
至少我们认识他一下。哦，外面温差这么大哦，室外十几度，室内二十几度哦。我看一下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你叫做 Sophia Benson 哦。哎，白痴！你跟大凯说他叫 Sophia Benson。什么状况啦？你有什么毛病啊？爸爸，有鬼啊，有鬼啊！大凯，他叫 Sophia Benson 啊，你上去找他、啊。Sophia Benson。五等奖。是有鬼啊！你鬼，我在跟你假骗这里。还在。Sophia Benson，Sophia Benson。Sophia Benson, how are you? Benson, Sophia Benson 哦 ，Sophia Benson。大凯，他说只有一个人的时候，他才会回答你。我们先出来，给大凯一个对话的机会。他不在刚那里了。大凯，他是一个阿嬷。来，男子过马路。Sophia Benson。五等奖啦。Sophia Benson， Sophia Benson， Sophia， 哎，我帮你看看有没有小方哎。目前没有看到指纹，罗盘捡起来拿回去卖。他五等五等在哪里？Sophia， 你好。他在这个方向，这个方向。Sophia， 假扮酷。Sophia， Sophia。所以你们在哪里？刚刚那里是不是？来来。他又走了。他在客厅的区在乱走。Sophia， 就掉了。他也不玩电灯。温度都正常。Sophia Benson， Sophia， 在逼了，四等而已。OK， 放着给他画吧，放着给他画，然后大凯在这边呼唤他，我们去其他地方。Sophia Benson，Sophia Benson，Benson。Hello, Sophia. Benson. Sophia Benson. Sophia Benson. Sophia Benson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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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ophia Benson. Benson. Sophia Benson. Sophia Benson. Benson. Sophi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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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enson.答案也没剩几个了，温度正常，不画画，没指纹，二选一。什么情况？索菲亚冰城，来，他在你旁边，你有什么？对啊，索菲亚，他一直在找我哎，不知道为什么哎，他想杀我哎。OK， 大凯，你留在这边跟他持续的对话，我们回车上掩护你。啊？我要被解雇了。拜拜。没有，他说只有一个人的时候，他就回应你哦。这个重责大任就交给你了。我觉得我先走，我感觉他想杀我。我要回去还不回去？喂 ，Hello， 喂，你好，人呢？那我的照相机在哪里？哎，先拿出来拍照。你该不会没带出来吧？你刚刚捡起来吗？啊，你有在游戏里面捡到他吗？没有啊，我们在游戏里面捡到啊。所以他可能没有被带出来吗？还是被谁捡走了？有可能的。
对啊，他叫做这个 Sophia Benson 嘛。当你孤身一人的时候，他就会回答你。来，我们来看大凯的脑波状态。你的脑波最惨的。奇怪，大凯开始回复嘞。真的，慢慢回。不是为什么我在这样啊？啊，你们怎么都没事啊？欸、他很跳，他血很跳。我一直被弄哎、欸，真的、啊，那个老阿妈想杀我、啊。那个阿妈应该不坏啊。大凯还是一切正常状态嘛？所以这个监视器到底在监视哪里啊？看起来是我们帐篷外面啊，没有指纹。我们要怎么收服他？我在等这个，你在等大海归零啊？一日子变成死亡。哈哈哈哈哈！在，那还躲在？没有，所以他也没，所以他没有回答你嘛？没有，没有了。那就是只剩一个啦，这个忧虑啊。Y U R E I， 我选了。没有指纹，没有画画，冻结的温度有吗？没有，一直保持室温40度以上。啊，定义那个第一个什么外质体？他刚刚根本没看。那我选，我这里在看，但这很难看出来他的什么。欸、就差那个外子体耶，索菲亚冰森，索菲亚，那我们去解任务看看，要不然你去给他拍个照啦，收集灵魂，好、啊，那我们去走，继续收集灵魂宝珠。我们已经知道你是谁啦 ，Benson。我看一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鬼哈？哎、欸，他在。欸，前面有那个白色的东西飘、欸欸。他说：“如果结伴旅行的话，你们可能就会死、欸。”哎，我不会惊啊。啊，你们不要鬼火！哎，索菲亚冰城，哎，索菲亚冰城，哎，他就在。索菲亚冰城，跟着他，跟着他。哎，五灯呢？我不玩。索菲亚冰城，他要判刑啊！我这里有怎么站？哦，站满就可以了吧？对啊，看起来是一直站着就好了。我们封印他了，是不是？不知道有没有成功啊？哎，满了，应该是吧。那再我们回去看一下，找灵魂宝珠啊。啊，这个鬼火是怎样？哎，他有指纹哎。哎，对，你又在骗。哎，他有指纹呢。这鬼火到底是怎样？那海军已经猜错了，可以说了。已经猜错了，但这个副任务还是可以解吧？不是啊，他指纹突然长出来了。欸、我们玩，我们解到五芒星了，五芒星就有钱了。对啊，他剩下任务也有钱吧？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任务？收集宝珠跟十字架。好，走，继续找宝珠跟十字架。既然都猜错了，我们也是要赚点东西回去啊。里面已经都不演了，是不是？嗯，跟着光走啊，他在二楼啊。哇！
幽灵宝珠包是什么样的东西耶、阿班跟着他这个走，该不会这个就是幽灵宝珠吧？地下室，地下室，地下室，地下室。他应该在地下室有一颗幽灵宝珠吗？地下室。哎，那有亮一下哎。索菲亚·宾森。哦，这里要收集五颗幽灵宝珠，然后塞进来，是不是？什么感觉变暗的？沙发。Sophia Benson。好啊，这个东西就一直在飘。看我追上你。哎，我拿石板在这里。什么石板？五灯呢？你拿到石板了？叫我，石叫我，我弄好了。哎呦呦！他出来了，他出来了。什么东西？你没看到吗？还有白色的那个、啊。没有，那个好像是电视的。哎、欸，这个球可以，这个球可以吃哎、欸，很好吃哎、欸，好像他还。他还在，那鬼还在。哎、欸，你们去撞这个球，可以把它吃掉、欸。哎，就是幽灵宝宝珠，吸收天地灵气。我感觉我大赚一笔了，任务全解了。看一下，耶稣也弄好了嘛。哎、欸，耶稣根本就没弄好啊！耶稣嘞？哎、欸，这个耶，他就是会挂在墙上一个十字架，我干嘛乔正啊？还是有别的 ？OK， 再回去找耶稣。啊，不然你刚刚那个耶稣在哪里、我回去看一下。我们是……好、对，他在那个客厅旁边啊。我们是不是失去大凯了？他在这里啊，大凯，大凯嘞？刚刚这个这一个十字架是倒过来的，然后我把它立正了。哪里有十字架？还是这里啊，这里啊。哦，那可能有很多十字架吧，找吧，找吧。大凯，大凯，该不会已经？我看不到路了。哎，这里，哎，这里也有十字架、欸。这边还有什么嘞？大凯又黑妈妈了。等一下，大凯，你按一键，好好可以，你往上走。我有啦，又自由啦！地下室有鬼啊，我觉得很怪，走出来了，真的是，地下室真的很恶心。我看一下这样完成了没？我快死了、欸！如果死了，是不是就没赚钱啦？哎，十字架还没完成呢、欸，你们再去找我一楼，我一楼又敲了一个。我感觉先撤了吧，先撤了吧，先撤了吧。啊，不然走啊，先撤吧。感觉看这样赚多少啦？猜对，然后加两个支线。你指纹爆出来可以猜对啊？说不定会猜对啊！不是，他指纹是后面补上啊，说不定是你们的指纹。是欧尼啊！我猜错了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猜错要扣100块、欸。
猜中还要扣135块啊！哎，耶稣那个哦，啊，其实全解可以很快就升级嘞。我们这一次一定要全解吧 ？OK。OK， 再把它驱逐，没错，再把它驱逐哦，要让这个房子干净。然后还没有确定的事情，先不要乱讲。你跟你在跟自己说吗？我刚刚很确定，我一开始走过去没有看到指纹，我有 VOD 为证。我带那个照相机。哎、欸，有相机，有相机。OK。好，你准备给他拍照。哎、欸，对、啊。底片这么多啊。关就刚好要收集人带跟灵魂宝钻拍照。这关的任务是什么？它叫什么？拍照、收集人带跟灵魂宝珠。它叫阿当·威斯特。亚当维斯特啊，亚当维斯特，收集盐袋，然后给他拍一张照片。好，你这就给他拍一张照片。亚当，哦，亚当，阿当维斯特，先老地方走一走吧。老地方高几率耶，先那个十字架是后来才会出吗？对啊，你一定要先选完鬼啊。你选完鬼之后，然后他就会二阶，然后二阶完之后，他就会进三阶，我们就可以把他驱逐。感觉到那个时候才能拍照吗？哎、欸，小丑，赶快哦，一楼。你还不是要先拍照才能那个吗？感觉要进二阶才能拍到他，哎、欸，不然他应该不会出现的。哎、欸，有人开灯，哎、欸，他一定在这。有吗？没有。仔细检查每一个有可能有指纹的地方。绝不放过任何一丝指纹。他是不是也很常在这个客厅啊？哎、欸，两灯，还在附近哦。两灯，哎、欸，不见了。哦，不见了吗？问题。嗯，对啊，他就两灯，还在地下室吗？好、哦，走下来看。阿当·威斯特。没有，地下没有，地下没有反应啊、哦！哦，对啊。阿当威斯特，阿当威斯特，威斯特，大概一个小丑也在这里。哎、欸，救我！我找不到路。书柜啊，这里啊。哎呦喂！阿当威斯特。哎、欸，四灯，对，四灯了、啊。OK， 全部都给他。啊，四灯。阿当威斯特。Who are you？ 我道具怎么都不见啦、啊？我道具呢？为什么有人把手电筒丢在地上？我照着。Please follow me、欸。什么声音？哎、欸，哦，嗯。哎。I will. 五灯，五灯。I will kill you. 五灯了。OK， 所以他 I will kill you 啊，他说话了嘛。然后五灯。Kill you too. 温度计。温度计没带、欸。没有指纹，没有指纹。非常确定。非常确定没有指纹。I will kill you too. I will kill you too.
OK， 大凯，你跟他再对话一下，我们回去拿杰西。没有指纹，没有，他有五灯嘛，然后没有。我回来拿温度计。我温度计被谁拿走了、啊？丁，你有温度计吗？我没有，我只有那个临时玻璃。那你临时玻璃，你临时玻璃拿是吧？我再回去验指纹啊！奇怪，温度计怎么不见了？那临时玻璃真的不知道怎么办。我听到大凯还能说话，那就代表应该是不是什么坏东西了。安全全啊，我跟他妈急的，他现在跟我妈急了。我仔细检查每一个地方，要跟他有革命感情啊！我决定在这里好好跟他聊聊天哦。还有这个寒冷，这个寒冷也不行。OK， 我相信大家的心中都已经有一个自己的答案了。我们三二一，一起把答案念出来吧。边干净，这边干净，这边干净。OK， 绝对没有指纹，这不可能有指纹。没有画画，没有冻结的温度。Boggy， 我已经有答案了，大家可以选择自己的答案了。OK， 我阿比懂了。我洗妹啊！不拿手的。我们，你确定他没指纹吗？我们抓的是同一个鬼啊，差那么多。不是他有指纹吗？他有指纹吗？绝对没有！我告诉你，绝对不可能有指纹。这一次再有指纹，这个灯笼我直接把它丢掉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信你，你信我。这一次绝对不可能有指纹，都选了吗？他在说话哎、欸，他都有寒气耶、欸。对啊，氨酸就对啊，他有寒气的，寒气有。去收集这个球，收集这个球。要怎么抓啊？按一吗？就吃它，就吃它。是，有啊，你把它吃掉嘞！他好像在四转那里。我是大肥哥啊！你拍到他了没？大，没拍到啊！哭啊，就闪一下。他大肥哥啊，他超大只哎、欸！大只有声音。他说：“打地下室，地下室。”飞哥，走。Please follow me. Please follow. 所以他是什么？大肥哥 ，Please。布律师发了吗，大肥哥？大只，你拍到他了吗？灯呢？没有，没拍到。对的，好。布律师 follow me， 大肥哥，超大只，他这种超大只。follow me， 大肥哥，哭啊！大凯，其实你也不需要再拿着那个了，你可以拿其他的道具来处理它了。有一个任务是收集盐袋啊，帮忙一下。盐袋不知道是什么，上就有东西可以捡了。那、应该是有东西可以捡的。盐袋哦，长怎样啊？还在转，十字架，大肥哥，我们兄弟一场，你也不会害我。
哎、欸，找到眼袋嘞，在地上哎、欸。哦，要仔细找哎、欸，还是什么碎玻璃、碎玻璃之类的东西？哎、欸，其实照相机最亮哎、欸，他可以看到我都看不到的。那你赶快把大飞哥拍出来啊！先收集盐袋啊！看到不？呼啊！你是瞎子啊？我要跟着你走。我要上二楼啊！哎、欸，有，他们在附近哦。有，你准备拍他，你准备拍他！哎、欸，他跑！探兄！大飞哥！大飞哥！大飞哥！头被凹中喽，溜喽！呜呼！大肥哥，我来帮你拍一张哦。I enjoy。我也拿到一个。OK， 我也帮你拍。大海，大海，你赶快继续找盐袋啊！我找到一个盐袋，怎么找盐袋？在地上，你、大海，你找一下。第一年进去找，没有没有，我刚在厨房那个柜台上找到，柜子上。我对焦一下，专业摄影师，老子要这样拍，要蹲着拍，显腿长。电视怎么关啊？谁关我电视的没有？我可以，卖脑了大肥哥。Please follow me。你被大肥哥，你被大肥哥直接一个折成两半哎、欸，他直接把你对折哎、欸欸，他超大只的、欸。你丁一，你赶快走，你不要一直挡我路哦、喔，一直挡我镜头干啥？不是我找到一袋。Please follow me。大海，赶快去拿那个，你跟着丁一进去拿，我要拍他。不是，我没有手电筒。手电筒给你。啊，行，走，拍他。哎，二楼载人嘞，我们地下室拿过了吗？我不太确定。他在二楼，他在二楼，他，我对不起他。大飞哥，我来给你拍一张照啦。冲过去，不理。他就在这附近了，很派呢。看一下眼袋有没有。大飞哥，我来给你拍一张啊。有可能在厕所。哎、啊，还，嗯，不知道是不是在客厅呢、欸？我看下面，下面很强，还有一楼的样子。还，大飞哥，你在不在？大飞哥，这底片是无限的，是不是？就没有，我有摄影筒，看起来没有。你一直拍我的尸体干嘛？我看你怎么死的。嗯，这是案发现场啊。这就是案发现场啊。哎、欸，好像来了。对，对不起。大飞哥，我们的修啦。哎，小妹妹也出来了。哎、欸，五级，脸上五级，感觉很恐怖，感觉很恐怖。大肥哥卖脑啦！他拎紧脑，赶快走！楼梯就要翻了，没料，这二楼没料。你们要死人的，快跑！给我吧！哎，快跑！那任务完成了没？我觉得我们尽力局，我们先看一下有没有拍到吧。你看一下，我没有拍到他。我觉得以我这个摄影技巧，说不定他已经入境了、欸。那可以说一阵 ，Please follow me 吗？哎、欸，这里还有个僵尸哦。对，插眼袋，眼袋感觉应该只是插一个。哦，原来拍照都要拍好了。哦，拍照。眼袋的。眼袋插一包是不是？走啊，剩地下室了是不是？你说你临死之前，你还要给他拍到啊？
对啊，我在我在杀之前，我按下快门，气死！还好，我也帮你多拍了几张啊。还有一堆硬的是怎样？大肥哥，不要这样啊！看到这个，大肥哥来了。大肥哥在喘，其实我可能你日子不太够了。大肥哥在喘，大肥哥在喘。啊，救我！大海飞起来了，溜了溜了，回家，该回家，该回家。哎，大海，嗨。发了没？都发去 ，Thank you again。Thank you again。Don't let me catch you again. 哎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不好意思。怎么样？元代负一，丁义，你继续拿，我圣职不够了。不是，我圣职好像也不够了，我觉得其实也是可以撤退了，钱够用就好。钱还是留着有命花比较实在了。我的答案就是大肥哥。确实，你20%理智，我34%。怎么样？我对了吗？我猜对吗？好你，哦，哭啊！我怎么猜错啦？不是，怎么没有人跟我说有寒气啊？那还有说呢？共、欸，我有保险呢、欸，我有700块。你还要买保险啊？对啊，我有保险回报率也是。他有指纹呢、欸，他有指纹呢、欸，他有指纹呢、欸，他有指纹、啊，你就继续骗，太扯了。他这个游戏、啊、灯笼丢了吧？他这个游戏没有逻辑，我再跟你说，他这个游戏没有逻辑。灯笼你要就拿去吧。灯笼丢，灯笼你要就拿走吧。我要买一个手电筒，可以增加幽灵的互动哎、欸。一人买一个手电筒，灯笼至少买两。灯笼没料，出发。啊，我也买一个。不是，我已经仔仔细细，我连地板所有可以碰的东西我都检查过了，没有，就是没有，就是没有指纹。他泛滥的时候没有留下任何的指纹。你说这个鬼还戴手套的、嗯、我觉得他有戴着手套。他就算是把你掐死了我都没有看到那个指纹。这个叫什么啊？玛丽玛丽安古拉勒。这玛丽莎。要给他要给他拍一张照片。为什么我照片没出来？哎呀，我像我的相机耶。所以他每一次要分开。分开那个，你知道他每次都要重带一次哦。对啊，不过他应该会给你道具吗？不然这个永远解不了哎、欸。他没给我啊，我看没有，我没有啊。没事，这个玛丽亚，玛丽亚，玛丽莎威呢？高利亚，玛丽亚高利亚，高利亚，啊高利亚。哎呀，这个零值玻璃的用处是什么？零值玻璃，你们到底有没有人用成功过？他不是说可以看这个吗？没有，那东西太神秘了。交给我玩，交给我玩。大概你试试看、啊。来，我们分头行动啊！我处理二楼啊。那我。处理客厅好了，二楼有我镇守着，二楼温度正常。不是丁义，你两个道具用一个玻璃，玻璃开始了，检测。我大概在玻璃检测啊，那，
他好像能看到平常看不到的东西吗？我看到了，大凯，你看到那边有没有？有一个那个，你看左下角。啊？你说有一个光头吗？有个光头拿着画，旁边还有个拿着灯笼的怪咖，太恐怖了。我没用那个也看得到哎、欸，我有灵异体质哎、欸。有阴阳眼啊，有啊、哦。带你去地下室探吧，我架着二楼啊。不需要有一些报警。就是丁毅，你去那个老地方探哦。好嘿。这样我们一人一区哦，抓到他就很快了。啊，他叫什么来着？玛利亚什么蛙哥的？玛利亚高里达。玛利亚高里达。温度没有下降，大肥哥，哎，温度有在变哦，有一瞬间温度变了一下哦。小妹妹，什么时候有这个沙发的？我看还有什么句子可以跟他对话。Nice to meet you。靠近蜡烛的时候，鬼魂不喜欢灯光。一切都讲究平衡，你这个菜狗。大凯，你在地下室吗？OK， 丁毅，你不去老地方，架在这里干啥？嗯？你都是移动啊，你都是找他出来啊，不是给你？我在等待他。你把这台给我，我拿这台，你拿那个灯笼，你就知道那个灯笼有多厉害了。哈哈，好啊。蟑螂在爬，蟑螂在爬。小强啊，你觉得那阿鬼在哪里嘞？我只能说这一台比以前的都直觉多了。以前那个一小台，然后他在那边，那个三到五一直抖，完全不知道是有没有到五。你好吗，玛利亚？反正这蟑螂根本不爬了，就是有鬼嘛。地下室，一定在地下室。大海，你真的在地下室、欸？我真的在啊，是啊，我完全看不到，我就是背对着一路往下走，走到你面对着墙壁。大海，你看着墙壁、啊见鬼了。大海，你等你先买手电筒啊，手电筒就600块而已啊。
完全没有反应呢。鬼是不在啊，根本就不在啊，没有鬼啊。你有耐心。出来了。到底要不要出来？虽然那个不是这一关的鬼，那个算是地府灵吧。哎，蟑螂，努力一点啊！嗯，有声音呢。哎，逼了一下啊！三级逼了一下啊！感觉他刚路过这里，他应该往二楼去了。哎，还有指纹呢，还有指纹呢。有指纹 ，OK。大概还是你待电视区，那里至少是亮的。啊，这个东西只有亮了一个山之后，就再也没有亮过了。啊鬼啊，你别让我们这么难找啊！我就想赚个钱，买点好料的。只是个抓鬼的 hunter 啊，所以丁义跟白色现在拿着什么？哇，我现在是花，我是灯笼。啊，那个灵值那个什么气跑去哪里了、啊？来，那灵值玻璃。大概灵值玻璃在你身上吗？那你跟着我们吧，实在是没有线索了。他只亮过一个三而已。哎，二，地下室。我很想跟着你们，但我现在地下室二二二二。我现在伸手不见五指，怎么玩？你在哪里啊？你觉得你在哪里？我感觉。我被卡在墙边，我听到你了，我看到你了。玛利亚布里，我来了吗？你在？我在走吗？你在往后走、啊。你看到我了吧？在走。后面屁股屁股。来了。有一个黄灯诶、欸，我只看到那个黄灯。OK。来，跟着灯走，跟着灯走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可以可以可以，跟着灯笼走啊！你那个按住左键才有效果、哦。没问题，大哥这个小眼睛吗？嗯，就两灯。OK， 我觉得可以解答了，然后把它抓一抓吧。没有五级，没有画画嘛，没有冻结的温度。零和有没有反应？没有，这个玻璃没有反应。哎，这算有反应吗？变雾了、欸，变脏了还是怎样？变脏了，好，有反应。都拉贡，为什么这么脏？为什么变脏了？你说就雾雾的。我选了，看，不得去。不管了，我们不管它是什么，把它抓起来就对了。把它抓起来，我们再问它是什么。OK，OK，、okay, 抓着。选吧，这是什么？选出自己的答案。知道了 ，Only 的几率比较高。啊？什么是这个、啊？
哦，哎，他在我这老地方。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我们来封印你哦，你乖乖的哦。姐，没事，他没生气。兄弟们，我找到他了，五个灯，五个灯。哦，我现在才发现有五个灯呢、啊。他在里面，你那个也掉了吧？你那个也掉了，不知道。现在才找到他，五个灯，五个灯。任务，我任务解完了，我解了一个，我解了一个十字架的。哎，我解了一个那个地板的。看一下，我们看一下其他任务。有一个任务是给他拍一张照。不是，说不定他是因为这个被我们激怒之后才变五个灯的、啊。拍照吹蜡烛。那、啊、怎么拍照？我们没有相机啊，是不是解不了？拍照已经不可能了。吹蜡烛。这把没办法。这把凉嘞。好啊，又凉了，又亏一把。嗯，太大了，没带相机，超级亏。啊，你们有多少钱啊？等你出去买一点驱魔的给西吧。啊，记得叫大凯回来。大凯，大凯，回来喽。我觉得我还是专业验指纹好了。大凯。我们这专业的抓鬼团队就不需要你的不专业。出来了，有句嘴炮。我验指纹专业的。大凯走，在那个门口那边呢。完了，高几率是错了。太夸张了，太夸张了。哦，你哦。哎，我至少有解这个五角星任务哦，哎、欸，你们有钱的买一点什么蜡烛什么的啊，记得带、欸。大凯，你买个手电筒啊，你有点哎，盲人模式。冷、欸、哎，我不知道怎样。手电筒买起来。啊，记得给他 A 的哦，把他带出来哦。我验指纹，我验指纹，我告诉你，我验指纹高手。好带啊！你信我验指纹？确实。好，我五灯。你五灯，我验指纹。特勤快。大一关要九千呢，什么要九千？还有那个房地产可以买新的关卡啊，要九千块啊。没有没有，关卡是等级解锁的。哦，是我的照相机不见了，那照相机该不会只能用一次吧？你是不是死掉了就没有啦？我确定呢，以装载那里。没东西啊，那为手电筒呀？那谁可以买照相机？我只有385块、欸。我的库存也没了、欸。照相机我来一个，啊？我没钱，我穷啊，我穷啊，真的好穷啊！不然不然我再买一个好了。你再买一个啊？睡啦！你这么有钱啊？啊？
我的认真答题啊，我才是有，我才是有在认真答题那个，我还给你们拍了很多照。哎、欸，两等奖，哎、欸，他有五等奖哎、欸，他没有指纹，你们先听我说，他们绝对没有指纹。三灯、欸，他一开始是三灯，他一开始是三灯，然后他走一走，他发现我生气了，才变五灯的，这样不能算。嗯，我觉得他这是对。嗯，出发。对，大凯有买手电筒吧？有啊。你有记得带？这样你就至少看到路。我终于要融入了。我感觉这几把有根本真的看不到，太危险。他这个底片是无限的，是不是？哭啊，没强灯哦。有了，我这把很强。就说指纹我验了，还要抢什么灯笼？开始。Who are you? I'm fine, thank you. 大海，你回去看一下任务吧。顺便看一下他叫什么名字啊？为什么永远有一个人拿着那个画框在走路啊？那不是什么都找不到吗？超可悲！你好歹拿一个可以摊的东西吧。有啊有啊，我往后啊后啊。他搞不好等一下会跟我说他想画画。他会突然跟你说，我们地毯式搜索一路说到地下室啊。啊，以现阶段来说没有指纹啊。可怜啊，开门都不会了。声音呢？没有，这地茯苓，这地茯苓。地下室没有指纹。大凯死掉了。我去老地方。啊、哦，不是，在家里。你要去什么老地方？老地方在前面右边哦。前面右边 ，OK。直走到底就是老地方哦。啊，我可以蹲点了。大凯，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叫 Olive Lindsay 啊。Olive Lindsay 啊。没错 ，Olive Lindsay。Olive Lindsay 啊，然后他的任务是什么？拍照，五角星跟眼袋，五角星跟眼袋 ，OK， 这一次一定把它驱逐殆尽。你有种就关我灯，我就在这里照着。我要去电视区了。Olive Lindsay， 我有手电筒啊，欸、我手电筒横行无阻，我去地下室，再也不会被地下室卡死了，漂亮。刚看到指纹是。看啊看啊 ！Olive Lindsay，Ol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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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indsay， 没有指纹。根据我专业抓鬼十年老经验，没有指纹。绝对不可能有指纹，绝对不可能。
长这个样子还能有指纹？已经确定了。除非我瞎了。今天除非我尬的这些瞎了，不然这一场一定是没有指纹。还是我把这墨镜给你。100%，100%没有指纹。我的奖是有没有亮过啦？没。哎、欸，他在笑哎、欸。低了一下。几灯？那另外一间的。另外一间。我刚两灯哎。我好像听到大凯在哀嚎哎、欸，不知道他在叫什么哎、欸，要不要去看一下？可以啊。那是地下室吗？不然，地下室吧。那怎么可能只有两灯？我就跟你说，刚刚就只有两灯哦，就跟刚刚一样。阿、啊、半就是这一间嘛。哦。没有。什么情况？那个人对啊，干嘛一直把那个灯玩坏啊？不知道我在。我在逼迫他出来秀一下他的指纹。中邪了是不是？嘿嘿，爱很中国。大概你跑了。爱很中国。哈喽哈，中国。在海笑。大概好像有点中邪了。根本就没有鬼，这个房子根本就没有鬼。对啊，这个房子根本就没有鬼嘛，大凯。不是。哎呦，哭啊！好啊，被吓到了。没有鬼，这个房子没有鬼，没有指纹。什么都没有，这机器已经三次都没叫过了。大凯，感觉我们也需要一个五等奖啊。他不是有吗？对啊，我们可以买啊。哦，我们自己要有一个，好像要的。对啊，这样至少我们分头行动，大家都能探得到啊。这个鬼超级难找的。四灯，左边这间，左边这间。哎，有寒气，有寒气。我把关注。四灯寒气。别开门，他开门就会有那个。就会有留指纹。他走了没？他走。没有指纹，绝对没有。Joker，I love Joker，恭喜 Joker。大凯，赶快探一下、哦。不是，没有就没有，一直看哦。真的没有啊、哦？哎，对，还在这里，四灯。OK， 关门，我们进来看。大凯，你进来看。OK， 四灯，他在这里吐完气了哈。Olaf Lassie, how are you? How are you? 你有没有指纹 ？Do you have 指纹 ？Do you have finger 吗 ？Finger 纹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我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左左右右全部 check 过了100%。100%的100%没有指纹。你给他拍你当照，没有指纹。快点，对面没有五级嘛？哎 ，Joker， 我没有想到。如果有指纹之后，这一台就给大凯玩，这一台就一定有 bug。零盒没有反应，是不是？大凯，你有玩零盒吗？有咯。没有，这把没有带啊，这把只有手电筒跟那个。好，零盒放在家里哦。啊，定义几灯？我四灯啊。所以没有五灯 ，OK， 剩两只了，伊布拉斯跟 Hunter， 哎，剩一只了 ，Hunter， 我选了，我信你们，这把再错一定是你们的问题。你就不要指纹出问题，我跟你讲。看一下 Hunter 是什么，有 Hunter 最后就不要是指纹有问题。Hunter 是这个吗？夯鼠啊 ，OK， 夯鼠，来夯鼠。走一波夯鼠了，我直接随便乱走。可怜丁义，哎，三个任务什么？拍照、踩他跟岩袋，是不是？
啊，五角，哎，五角星叫什么？五芒星呢、啊？啊，对对，五芒星。有五角星，我不知道，那又不知道干嘛的。盐袋，我来吹盐袋喝。我去找五芒星。OK， 记者你多拍一点。盐袋长怎样啊？提示哎、欸，没有指纹呐、啊！我告诉你，这绝对没有指纹呐、啊！拿了一个眼袋嘞，算是那个吗？能拿的应该就是眼袋。我二楼好像没有。怎么了？我喘。对啊。他在喘，他在喘。谁这么喘？嘿、hey, ，他把门锁起来！他把门锁起来！哎、欸，门锁起来了，怎么回事？拍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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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拍他！你有拍他吗？他在旁边，他在旁边啊！大哥，你敢拍啊 ？I'm Joker。哎呀，走了，拍到哎、欸！门开了，门开了，门开了，他就吓吓我们而已。没死人，剩只剩多少？大家都安全。有拍，有拍，有拍到吗？有，还好、欸、有哎、欸。再来是五角星进行仪式跟盐袋，好，分头行动。我去二楼，大凯你跟我来二楼。那我要把我手电筒留在这里。我很喜欢那个照相机，你照相机不然给我玩啦、啊。好，不然给你玩。游戏不见了是不是？大海，我们去二楼，定义去地下室。有啊。白痴处理。哎、啊。白痴处理客厅吧。二楼没烟袋，我看过。也没有那个、啊，那去地下室啊，走啊。走走走走走，一起去地下室，我们一起行动，他会怕我们哦。我看一下这个鬼，这鬼是一个什么样的鬼？他说他是一种会用诅咒你的鬼、欸，他不会杀人呢、欸。红线在这里，这个要踩，这个要踩，要踩满。帮先踩住他。哇哇，这怎样？有一股气在流动，有一股灵气。炎带负一耶。年代应该是负一吧？哎、欸，手上怎么有一个这个啊？孤独娃娃是干嘛的、啊？转，哦、啊，你被诅咒了、啊？还是吧？他说，欸、真的？为什么你说成？他通过与你交谈来诅咒你，你可以用理智来解除诅咒啊！阿伯，你捅两下看，好像捅了两个，捅下去啦，我捅了一个人，你再捅。不行啦、啊，我只能捅一次，没了、欸。没事啊，上面有个钉子往里面缩了。哎、欸，又缩了、欸，缩到心脏了、欸。他来了，完蛋！他来了，该不会？不可能吧？哎、欸，戳戳戳戳戳戳，戳戳戳戳戳戳戳，你要一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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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戳，他就不会，他就不会杀你，他就不会伤害你。阿弥陀佛，耶稣保佑、啊。我已经戳完了，怎么办？你戳完了？戳完了。大威天龙，波罗蜜心经。嗯，你大威天龙啦，走走走走走，大胆向前走。好，再喊上，没事，再喊，挺你，没事，没事，我们挺你。走这子呗。对，走这。我们我还啊？是吗？进去找盐袋啊！盐袋还没过哎、欸。盐袋找。哦，我说这沙发去找。哎
中国飞，中国飞，我看到他关门了，我就知道还有什么。二楼元代也找了，是不是？那只剩最里面那一区了。哎，出客厅找一下，客厅一起找一下。不知道他要干嘛、啊？我妈出完了，要干嘛？他说他会诅咒你啊！他是那种岩顶，你知道吗？我的，这里我也捡过了，那只剩最深处嘞。好，那去最深处。哎、欸，他在这里，他在这里。还有四级。哎、欸，门打开嘞。门打开了，我给他拍一张啊。还是在这间。哎、欸，找到了，找到岩袋。我捡了，我捡岩袋。解完了，解完了，回去看怎么封印他。他不是说五根手指头吗？他有五根手指头、哦。你说他这是两面脑残哦？地下室的那个哦，他要给他丢到地下室那五个容器里吧。所以他五根手指头散布在什么地方？回去看一下。我拿第一根嘞。好，苏瑶长怎样？就他就是手指头啊。会有提示吗？欸，他会有一个手可以拿着提示啊，就跟找盐巴一样、啊、好，那我们就这样前进，往地下室走，先收地下室。给你再拍一张啊，臭狗阿丁。那你知道我叫什么？西中之虎。好冷啊，我来给你拍遗照了。好，把他五根手指都烧掉，通通吃掉。你吃啊。哎、啊，你们丢了吗？我丢一个呢。大凯已经死了、欸。哦，有火。Joker，你赶快去烧手指哦。哦，这边可以烧啊。OK， 第二根。好，那去深处找一下。大飞有点喘。是大飞哥的声音啊！完了。大凯，你怎么把诅咒娃娃丢在地上啦、啊？我不要啦！这什么东西？怎么有个那个一个球在走路？啊！哎呦！哈哈哈！大凯被折成两半啦！在这里面啦、啊！什么东西？他把你对折。真假？哎，大凯变两半了啦！我们只找一根哦，啊怎么办？哎、欸，去深处啊，就要去深处找啊！这区都找过了、啊，你那根从哪里找到的？阿曼先找二楼。二楼我看了，已经找过了，深处了。深处啊，那个木头房啊，左边对间呢？没有时间为 Joker 的死亡哀悼了。清香确实没有时间了，我们最好赶快把。两面脑瘫的手指都找出来。哎、欸，那里，谁一根？苏瑶。哎、欸，他来了、欸，快捡啦，快捡啦，我好像捡不了哎、欸，我道具满了，难怪我捡不了。捡啊，我。知道了，把阵容丢掉啊。去里面找，快，伸出，快。哎 ，Joker， 这里有手指，哎 ，Joker， 这里有手指啊！真不愧是你啊，大凯，手指在哪里？路过了，你们路过了，你们回来啊！这边，在，这个刚走过去那个人，左转，这往左转，他在地上，他在路中间。哎，我走到了，太神了 ，Joker， 那还负一。
路中间。哎、欸，他在这里啊、哦。他刚逼了几下，但没了。我捡到那一个呢。我们说他在。走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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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进地下室，进地下室。他要过来了，他要过来了。我拿两根，我现在手上两根哦，先保我吧。我帮你，我帮你，我帮你。我电耗了，他要折我。人家要折了，应该先折我。哎、欸，不要碰门啊，干嘛？拜他吧。烧毁！两根烧毁！驱逐两面脑瘫！开下纪念的一刻。怎么样？他被封印了吧？那我们要回家吗？回家，回家，回家。哎、欸，阿、啊、丁，丁义呢？找一下。他偷偷跑出去啊，哭啊，好可怜这条狗。你去死啦，我被害死了，好了。好像有尸体在有尸体在说话。好啊好啊，我没钱赚啦。完成任务喽。不是啊，封印咒灵本来就有危险哦。哎呦，不来哦，有有，全过哦。啊，怎么又不对啊？怎么是 Roger 啊？你靠，真的他吧？为什么？来检查检查，又是谁出问题了？ Roger， 我没看现在指纹。哎、欸，不是。外质体染色是有的，100%，100%没有指纹。刚那一把有指纹，我直接现场把电脑吃了。有人两级嘞，丁义两级嘞，我也两级嘞。有，注意哦，升级咯。我是吗？我看我一级耶，我看有个人两级耶。哦，咪咪阿 K 两级啊。能不能、欸、哭啊？过关好像经验很高哎、欸，但是没有过关也没多少经验啊。能不能对一次啊？拜托对一次，对一次收工好不好？不行啊，我明天有事。好了，你明天要上课啊、哦，要考试，可怜啊。那就休了吗？好了，安尼时间了差不多啊。至少抓到鬼了，可以了。嗯、至少抓到鬼了，至少抓到这个两面脑瘫呢。每一周都考试，他现在就拿这个当借口，每一周都说要考试了。喏，是啊，这可是真正的期中考第一名了。哇、哦，吸干嘛？你不要理会那些家伙，他们只是因为比不过你，所以嫉妒你。我不仅是日本人，知道我们过关了三级有新地图，多亏有魔须罗在我发牢骚，不管做什么我们都是一起行动，而且回到安全屋真的有，当我找不到对策打赢五条悟，是他一直适应哎，游戏还崩溃了，嗯，游戏直接爆炸，没事啊，我们抓到他了，我们至少把他封印了。诅咒之王不过如此，合理的，轻轻松松啊。那么差不多也再来去吃东西，整天没吃东西了。明天大家该上班该上课，好好加油啊。之后会带吴主播玩这一款嘛？吴主播走进去，谁敢惹他？鬼都扁一扁哦。鬼都得闪着走，怕撞到他哦。他强韧的肉体可以直接撞到虚化的鬼啊。
格斗打不到幽灵，那是一般的格斗。当你把肌肉锻炼到极致，鬼都拦得住。有没有学大海环节吗？啊，丁一，丁一要那个，我看看嘛，时间差不多了，1:30的啦。Yes。